好，我们来写一首，写朝鲜杯的七言联啊。我们可能最近把它完工哈，大概还有一两张作品哈。好，旧有雄文选北阙啊，旧的写法比较特别，就是它很长，所以稍微往上提一点点下来圆的。从这里主要笔画进来，上面下停一下，往上啊，这样过来对不对？然后呢，一点点弧度而已哈，不大，慢慢上去，圆的慢慢出去，这样过来。然后呢，它这边是有两个下来，然后再往外再两个啊。其实你可以一二三依照顺序写都可以啊，因为它没有一定的所谓笔顺啊。这样过来，然后呢从这里过来，然后这样下来，然后呢从这里过来，有一点点弯度，一点点，然后从这里，然后从这里慢慢的平的，然后再画竖画下来，再从这里再进来，再过来再过来。虽然它没有一定的笔顺，但是比较应该比较有比较方便或者是比较合适的笔顺，其实它是有笔顺的啊。我们如果说我们的优势应该是说我们是繁体字，会比较容易去适用或理解。可是如果你是繁体的话，就比较麻烦这样子过来的封起来，或者是这个不封也没关系，它好像就是两个啊。但是如果遇到这个，应该是就是这样写就好了。有呢是从这里过来，有一点点的角的感觉，然后再从这里往旁边圆的一点点，然后再从这里进来长，然后这样过来往上一点点，然后再往下按重慢慢起来，这个起来一定要慢，不可以一下子就透上来。然后呢，这个有一点点弯，但是不大哈，这样过来就好哈。然后呢，就从这里从左上到右，然后从这里下好，然后呢有一点点斜度了，有点斜度啊，这个斜度呢，后来的人几乎都是写平的，没有写有斜度的哈。好。那也不能说不好就是习惯性就 OK 了哈。只是说，如果依照它，好，这个熊原则上可以写成这样下来，也可以写成这个横画先写都可以然后这个先这样过来，一样是右嘛这样过来，出去一点点然后再从这里下来，空，不要写太宽，这样下来过来，然后呢从这里过来，然后再从这里过，从这里下，然后再从这里又进来下。好，那如果说在书写过程中稍微抖动是可以的不要太刻意就 OK 了什么叫刻意？就是故意每一个都是要这样同步动作，就是刻意好，这样过来。好，从这里往上再往下按重一点出去，圆点点好，这个就是熊文呢，从上而下竖点，从这里进来长，然后慢慢的过来，然后尾巴轻轻的提起来就好了，就自动的自然的收笔从这里过来又上一点点，这种上一点点。好，然后从这里下呢，这个交锋的地方刚好在这个地方的下来再往下。往后按重，慢慢起来，圆的、圆润的，慢慢起来不要太快好，我雄文选北阁，这个其实它不叫做线它就是弦，弦就是放在上面的意思从这里过来，再从这里过来，让它平行，然后再封起来，然后呢再一横这样过来，这个比较长一点点，越是长越是主要，那你就是要比较一丝不苟要写得很扎实或者是很认真的笔画很切实从这里过来。然后呢，再从这里过来，然后从这里往下，往旁边来，然后再从这里下平行，对不对？然后呢有一点点弧度让它过来，然后呢再从上而下下来然后再从这里下，然后再从这里往外一点点，然后再从这里往外一点点慢慢的下。弦北呢是从这里过来，北的意思是相背嘛。好，再从这里长，然后再过来，然后再从这里让它长一点点有点往下的感觉。好，从这里下来，然后再从这里往上，再往下按重，慢慢起来，圆的慢慢起来，然后呢，再从这里出去，好，平，对，OK。北阙，它这个阙呢，显示到这里来，直着下来，对，往后慢慢的一点点弯上去一点点，然后呢，再从这里过来，从这里下，然后呢，再从这里，一点点的斜斜的一点点，然后从这里，从这里以后往这边带，再往这边带，好，比较扁，然后从这里上来下。这样就可以了。好，那这个缺的写法呢，里面是阳阳，然后呢再多一画三画下来，好，这样过来。这个缺的写法呢要特别让它过来下来，不能力很大缺进存老屋在南山，好，进的写法从这里过来。好，然后呢，再从这里下，再从旁边出去，然后再从这里过来，然后呢，这个是一点
撇两撇。好，这个再往下来就好，它从下颌上龙抬头，有没有？再往下，后按下去，重慢慢起来，圆的。好，这样。进存，存的写法原则上是可以从这里过来，可是我们从这里哈进来，往上对不对？然后平的啊，然后往下，往下，往后往下，很重，慢慢起来。好，然后呢，这个地方就是稍微位置这个，然后再往后，这样对不对？慢慢翘起来，上来，然后呢，从这里过来，啊，然后从这里过来，再从这里下，啊，然后呢，再从这里，诶，好一点弧度哦，好，好，定存老屋，老屋的老，看一下哈、哦，平行圆的，然后再从上而下，竖，然后呢，再从这里进来长，往上慢慢起来啊、哦，然后呢。往前过来，拉了起来，好，然后呢，再从这里，从这里下斜的，然后再从这里斜的过来，上，然后再从这里过来，然后呢，这个长，这样子过来，老，屋，从这里过来，向下，再过来，然后再从这里往后往上一点点，然后从这里横跨，然后从这里过来，过来以后从这里上下来，平行。再下来，然后从下长上面，好、哦，然后呢再下来按重出去，好、哦，呼，再来这块倾斜，然后呢从这里过来往旁边出去，对不对？上来，然后再从这里下来，然后呢从这里横的过来，再从上而下，然后呢再从这里过来上，往下按重慢慢起来，好，再南山南从这里。过来横跨，啊，从上而下，啊，从外啊拉过来平行，然后再从外往内写，然后呢，点横跨，再横跨，然后拉稍长，这个字它比较特殊就是这个。好，三是从中间往下面写，再往两边带，啊，然后呢，然后这个是从外进来，然后从这里，然后这里进来以后，哎，然后再从外在内。好，南山前招给予前从这里过来下来，然后呢从这里下往旁边接有点弧度，再从外进来，再从这里过来，再从这里接封起来，然后再从上而下，然后从这里过来，好靠着它向外平行，然后再往旁边出去，然后呢从这里过来，然后就从这里上往下按重慢慢起来，好前招招呢。其实理论上应该有一点，可是呢，如果我们写成这样的话，啊，拉过来，对不对？啊，下来，拉过来，对不对？从上而下，稍微穿凸透去，好，然后这个日，好，然后从这过来，上过来，好，然后呢，点好多点，一二，啊，可以往上来，可以往下都可以哈，然后从下，然后从这里往上，往下，往下按重，慢慢起来，啊，这样都可以，招，好，给予。急的写法哈，从这里过来，这样过来哈，然后再从这里过来，这样，然后从这里过来，好，然后这个不能太拉太狭长哈，好，从这里上哈，然后再从这里下，按重慢慢起来，圆的，啊，然后呢，从这里一下来，再出去啊，下来出去，急雨雨呢幅度大一点，从这里过来上，上，然后慢慢的往下哦，按重慢慢起来，不必太下面哈。然后呢，从这里过来，从这里过来，它比较脖子比较短啊。然后呢从上而下，然后呢这样过来，过来，脖子比较短。好，好，基于音这个字啊，背不清楚，但是我根据我对比照的情况，这个是音，所以啊，这个过来对不对？再过来，好，啊，封口起来，音，好，浅处，浅的这个先短的，再过来长一点。然后再过来，再往上面写。然后呢，这个地方是这样哦，这样过来，对不对？然后从这里进来，啊，一样两个啊，倒下来，啊，再过来一样。然后呢从这里进往上平的出去，出去，然后呢约这样过来，这样过来，啊，比较扁，比较稳哈、啊。好，粗的写法呢，我们可以这样写，这样过来，对不对？然后再过来。然后呢，这块从上面稍微秃头一下，从这里过来，这样过来，然后从这里过来，往上再往上带，好，出，再来，
风雨雨雪风从这里过来，往下面一点点，一点点，然后从这里过来，然后往内再往外出去了以后，出去啊，然后呢，从这里过来，然后再从这里过来，好，下来，然后下来，好，再过来，风雨雨雨比较宽，好，对不对？然后从这里过来，然后从上下，然后从这里往上往下，然后呢，从这里下，然后抬头，然后往上往下按重，慢慢起来。好，雨雪雨，啊，按过来，啊，上下，啊，从这里过来，从这里过来。从这里下，从这里往下往后出去，重一点点，好，重一点点，然后呢，从这里过来，然后这里一二，然后从上而下，然后呢，从这出去，出去，好，雨，雨雪，雪的写法好，雪呢是从这里过来，这样就好了哈，然后呢，从这里过来，好，然后从上而下，然后各两个横点横画。好，然后呢，移云了哈，上过来，上过来，然后从这里下，停雪，然后从这里再接回来，移云啊，呼，从这里过来，然后再从这里过来，下，往后，然后呢，从这里横过，然后下来，下来，一二，然后呢，这个比较长。其实不是这样写，应该是，然后这样过来，对不对？往下按重出去，好，呼，勒，勒了一个横画，然后从上而下，然后一个格，好，然后从这里进来，然后从这里过来，从上而下，然后从这里过来，下来，然后从上而下，这样就好了。勒龟，龟的写法这样过来。看过来，对不对？然后呢，还剩下看过来，这样，然后呢，从这里过来，分配哈，然后从这下，从这直的，啊，然后到平行它哦，平行它，再平行右边的，好，那从中间来，啊，还是这样啊，引铁就是一股好，好的落款哈，朝全北七言连结林。好，指东北吴起真书。好，大概就是这样啊。旧有雄文悬北阙，近存老屋在南山。泉朝急雨阴浅出，风雨雨云复乐归。朝泉碑千年结林，庚子同月无起征。